台湾 YouTuber 九妹月初因吸食大麻遭到警方逮捕，随后她拍摄影片公开道歉，坦称做了违法行为，因此坦然接受所有批评和酸言。事件爆发后，她的工作按照原定计划进行，频道影片也照常更新，虽然有大批忠实粉丝力挺，但有不少网友留言攻击。日前九妹更新短片，分享了实用的资讯，让网友们却被她的样貌吓坏。只见她身穿深色上衣，介绍为何用不同的设备购买 YouTube 会员会出现不同的金额。各位平常如果有订 YouTube Premium或者订会员频道的话呢，记得切到 Mac 或者是 PC 的浏览器订。不过九妹在影片中脸部明显凹陷，身形也瘦了不少，让不少网友惊呼：这真的是九妹吗？感觉越来越瘦了，还以为自己心追踪了谁，对她外形变化都感到十分惊讶。